观众，琼斯杯篮球赛今天进行到了第三天的赛程了。按照我们国内三家电视台抽签的顺序呢，中国电视公司今天我们为各位转播是第一场的比赛，也就是最精彩的，那是由中华队出战意大利队。各位一定知道，中华队呢是在D组里面包括有日本、马来西亚、意大利。中华队在第一天我们曾经以两分小胜了日本，但是今天中意之战对中华队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按照大会的规程了，虽然是我们在第一场击败了日本，但是在预赛里面碰过头的，在决赛里面就不需要再遭遇了。因此虽然是前两名都可以进入决赛，但是我们中华队必须要在今天晚上对意大利之战要全力以赴争取胜利，因为这个对整个的赛程当中你获胜的场次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的。在今年的琼斯杯的队伍当中了，我们看中华队和意大利队的都是非常重要而且是具有实力的这个队伍，现在马上就要展开这一场的比赛。现在我们中华队出场的球员包括张丽娜、秦淑丽、许翠玲和陈丽莲、叶淑娟。在意大利队方面，他们一黑一白的队伍，这两位球员呢，因为包括 Juice Walker， 他是五号，他是个坦克车型的一位球员，他的速度非常的快，基本动作很好。叶淑娟中距离跳投没有投进，我们看 Walker 抢到篮板被抢到，结果被十一号。Christina， 现在就要给九号还是 Pola？ Christina， 出手投篮，没有投进，球拨出来，中华队紧跟着拿了球，中华队开始显得速度非常的快。我们看，有陈丽莲中距离投进，陈丽莲在第一场比赛出战日本的时候，她背号13号，她并没有出场，陈丽莲撞到了 Walker， 犯规。阻挡犯规。这场比赛上半时刚进行了有56秒，现在的比数是2-0，我们中华队领先的意大利队。意大利进攻，意大利队他们是属于意大利的一个俱乐部队，在全意大利他们打了第5名的名次。这个沃克是美国籍，是意大利里面的佣兵，先14号切入没有投进，叶淑娟给扣了9号一个火锅在篮下，界外球。叶淑娟，她的身高187，是中华队里面的常人，是最高大的一位。现在我们看 Walker 基本动作，一个转身跳起来，硬是要打单吃，又制造了犯规。陈丽莲犯规，发边线球。现在的规则在今年使用的篮球新规则，可以有三分线是与东方的球员。再一个发冷箭长射，现在我们看 Walker，Joseph Walker 跳起来中距离，哎呦没有投进。现在中华队拿球就是快攻，因为在意大利队方面呢，他们基本动作好的只有两位球员，一个13号，一个5号。五号是 Walker， 13号是 Kelly Androwski， 撞倒在地。我看那是5号张丽青。张立新，现在中华队的进攻，沃克这边防守张立青，张立青也防守的沃克，沃克抢到篮板，你看他两只手运球，基本动作很好，一个快传传到篮下，给他11号的 Christina， 压到篮下 ，Kitty 没有投进，界外球后场球，中华队的球，上半时进行了2分05秒，比数是2-0，中华领先。力量，左边传给9号的许翠玲，现在前场球由中华队发球，许翠玲把球放进来给叶淑娟给13号的陈丽莲，在远处陈丽莲得了4分，都是他的中距离跳投投进的，速度很好，基本动作不错，跳投很准，弹力也好，但是就是有时候沉不住气，
但是在今天这场球，我们看到13号的陈磊莲表现得相当的稳健，而且投篮很准。前场球，意大利队发球，发球的是他们的9号，破了，发进来 ，Walker， 张立清来防守的 Walker， 给14号的 Machula 投进。现在的比数4-2，中华领先，进行了3分钟，在上半时刚刚开始。徐翠玲，左边传，5号张立清 ，Walker 防守他，陈立莲地板球，叶淑娟，右边，徐翠玲切入，做个假动作，跳起来，哦，弹回来还是他的球，出手中距离，是6号的秦淑丽投篮不进，再给13号外面传。再倒进来一个三角形的传球，秦淑丽在篮下做个单打啊，叶淑娟没有出手，叫陈立莲再出手又投篮，没有投进，他是3投中2，这支球没有投进。Walker 把球线的位置跳起来出手，没有投进，哦，这个篮板球抢得好，秦淑丽身高是179，左边秦淑丽做个假动作，右边陈立莲。叶淑娟，徐俊川，徐俊林出手，投进。现在比数6-2，中华领先了意大利。沃克今天被给盯死了，那就是由5号的陈立青专门伺候他。14号没去了，唯一投进2分的球员，给篮下，给大个子13号凯蒂投进。凯蒂 Andrew Woski 投进，现在的比数。6-4，中华领先2分。5号张立青，徐翠玲，假动作切入，在外面传，秦淑丽在左边传，陈立莲，哎呀，矮小的个子，他是全队最矮的13号陈立莲，他的身高168，他想切入到篮下的话，不一定会得到便宜。如果他能够在中距离找到一个适当的出手的一个时间出手的话。比较适于他的长处。现在我们看沃克拿到球，两个打一个，沃克单枪匹马做一个假动作传给他的队友，投进。现在的比数6-6，平手。中华队的进攻，陈立莲右边传，秦淑丽压到篮下，秦淑丽投篮不进，篮板球意大利队抢到，沃克给13号的 Kitty 啊，上篮没有投进。秦淑丽犯规，刚才上篮的是13号 Kitty Andrewski， 他已经27岁，身高191，界外球。意大利发前场的界外球，现在的比数是6-6，上半时进行了5分多钟，6分不到，破了。Walker 破了，跳起来出手。没有投进，破了。个人切入的时候，裁判判带球走。带球走，后场球，中华队发球。中华队是想把速度方面能够发挥，但是意大利队他们人高马大，他一这个步伐很大，他们速度并不慢。尤其是 Walker 基本动作好，13号的 Kitty。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球员。现在我们看中华队在阵容方面的调整，现在在场的有9号的许翠玲，还有7号的谭慧玲，现在也上场了。 Walker 陈立莲，还有秦淑丽、叶淑娟，5位扑了，中距离出手没有投进啊！叶淑娟没有抢篮板，非常可惜。 Walker3秒钟，现在我们中华队使用的战术，我们看派上的呢7号的谭慧玲啊，专门来防守 Walker 那位，这个像、啊、开山机一样，他速度很快，运球的动作很好。林书立投进，在篮下切入，8-6，中华队领先。上半时进行了有7分钟，意大利队的进攻，14号的 Mitchell 压到篮下给。没有投进，投篮的是9号 Pola，
紧跟着弹回来，弹回来运球到右脚，啊，传给齐苏丽的，结果失误，一只误传，非常可惜。我们看沃克尔投篮没有投进，紧跟着十一号跟进还是没有进，再一次跳起来投进，那就是 Christina 投进，现在比数是8-8平手。他的速度很快，紧跟着攻过来，再给耶稣娟出手，没有投进。我们看沃克尔，你看他个人打，单打单枪匹马插板投进。现在的比数8-10，这个时间是从三百时开始到现在，中华队开始落后两分，第一次落后。切入没有投进，这个时间中华队打的确实不够稳。教练应当把稳住军心，适时的应当叫出暂停。现在的七号谭慧玲给九号许俊礼中距离出手，还是没有投进。陈丽莲，许俊礼，谭慧玲左边传，陈丽莲出手远啊，没有，还是没有投进。篮板球意大利，现在一个快攻传过来给他们九号波浪，带球走，带球走。这个时刻中华队大幅度的更动球员，现在八号的雪珠上场，还有黄玉兰也上场，陈丽莲退场休息，同时教练江贤志在这个时刻叫上半时的第一次暂停。各位观众，经过中华队在上半时第一次叫停以后，现在比赛继续的进行，比数8-10，中华队落后两分。现在中华队在阵容上稍作调整，换上的两位球员有黄玉兰和徐雪珠，另外配档的谭慧玲，还有许翠玲跟秦淑丽。高吊球到篮下再传出来，许翠玲、徐雪珠、许翠玲，再压到篮下，挑起来投进，挑起来在篮下擦板投进，现在的比数10-10。同时谭慧玲专门来防守他们最有威胁的球员，现在我们看到是他们的13号 Gadi Andruski 投进，现在的比数10-12，意大利队领先两分。黄玉兰拿球，左边传，黄玉兰、徐雪珠、谭慧玲，徐雪珠远射没有投进，许翠玲再跟着补进去，中距离投进，现在的比数12-12，第三度的打成了平手，12-12。上半时进行了有9分半钟 ，Walker 现在谭慧玲专门来防守 Walker 是意大利队最有威力的球员，切入，我们看、像个开坦克车一样，基本动作又好，弹力又好，他曾经当选过琼斯杯的明星球员。黄玉兰切入擦板没有投进，哦，带球走，带球走，他背后运，把球捞过来，熊从背后想做一个花式的动作，结果弄巧成拙，变成了带球走。唐慧玲右边传，许翠玲远射投进，现在比数14-14，中意之战现在是第四度的平手。 Walker 唐慧玲防守 Walker 压到篮下给13号的 Kadi Andruski 投进，现在比数14-16，双方形成了拉锯的态势。右边传，许雪珠、唐慧玲左边再回秦淑丽，中距离没有投进，许翠玲把球抢到了篮板之后马上再倒手出来，黄玉兰压到篮下，许雪珠三分线的位置不敢出手，许翠玲中距离出手啊、没有投进，篮板球再接到给黄玉兰，外面传，许翠玲再一次出手，比数16-16出手，是第五度的平手。沃克尔现在变成了控球员，现在意大利的换人，换上来的是14号的米歇勒，还有12号的米纽勒，
两位上场，十三号很有威力的 Caddy Andrukowski 退场休息，但是那个 Walker 现在拿球的这位意大利的佣兵还是在场上，他是 playmaker 控球员，基本动好，腰力也好，弹力也不错。结果谭慧玲把球给他抢过来，谭慧玲这个是个一个不小心，沃克以牙还牙把球给他拍出界外，这两个人的基本动作各有一手，相当精彩。谭慧玲把球发进，徐雪珠，徐翠玲，徐雪珠，黄玉兰倒手很快压到了篮下，跳起来出手投进，意大利队在进攻， Walker， Walker 左手运球，个人做了一个假动作，传到篮下投进，现在的比数18-18，第六度的平手了。徐雪珠个人快速度冲到篮下的时候犯规，犯规，这个犯规值得的，否则的话一定稳进的球，现在要罚球，罚球，因为犯规的动作要罚两次，由徐雪珠来主罚，徐雪珠170，原来过去的属于国泰队的，第五次当选国手，他的三分线有他射篮的这个本钱和技术，但是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他远射和三分，这两支队伍在三分线都还没有取分，现在的比数20-18，传到韦利，踩到线上，韦利发球，因此前场球仍然是中华队的球，在 D 组里面中华队、日本、意大利三支队伍实力是比较接近的，如果是中华队想获得 D 组的冠军的话，必须赢得这场球。徐雪珠，徐翠玲中间再投进，今天的两位裁判菲律宾籍的 Rolando 和韩国籍的齐泰焕，徐翠玲的中距离今天发挥了他的效能，14号的米歇勒拿到球，两个人包夹他，米歇勒14号控球5秒把球传不出去，因此潘伟立右边传，中华队进攻，徐雪珠地板传球，再给还有球路的时候没有投进，非常可惜，全场一大阵的吼叫声。我们看带球撞人潘 Walker， Jules Walker 美国籍的球员带球撞人，瑞纳多是菲律宾的裁判，执法非常严，方才判 Jules Walker 带球撞人，现在的比数22-20，中华队领先了意大利。观众，这场比赛进行的非常的精彩，到目前为止中华队的许翠玲她是9号，目前她个人已经夺得了有12分，许翠玲，现在是谭慧玲控球相当的稳，黄玉兰原来是属于华防系，徐雪珠，裁判判球出界，沃克7号谭慧玲拉手犯规，那个沃克速度相当的快，这里一溜腰一样的就带球就过去了，谭慧玲犯规，现在意大利的发球，球发进来给咱们的10号 Marinella， 跳起来 Marinella 没有投进，秦苏丽今天篮板球接得好，徐雪珠大概传球的时候接应配合不好，裁判判犯规，判14号犯规，现在有中华队前场发球，现在的比数是22-20，两个队现在犯规的全队的次数各有6次，再出手没有投进， Walker 你看跳得多高，抢到了篮板，现在是10号 Marinella， 他们的8号 Grizia，
意大利的进攻投进不算，裁判判带球走。刚才判他们的十一号 Christine 的带球走。好，金素丽罚球线的前面跳起来投入，现在的比数24-20，中华领先了四分，距离上半时的结束还有5分47秒。沃克尔中距离出手没有投进的，徐学忠抢到篮板。今天中华队打得非常有默契，精神很好。七号投进，然后由韩慧琳左边裁判切入投进。现在的比数26-20，中华队领先了意大利，观众看得非常的兴奋，不停的叫好、鼓掌、喝彩。沃克尔，意大利的进攻，大个子，中距离没有投进，现在徐助理又抢到了篮板，压稳。后卫压稳，速度打快。中华队利用这种的战术，哦，把球再抢回来。12号的黄玉兰中距离再出手投进，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刚才得分是黄玉兰。意大利来的进攻，现在距离上半时的结束还有4分40秒。沃克尔压到篮下误传，中华队再得球，三个打一个。许翠玲拿球中距离跳起来没有投进，前场球因沃克尔 touch out， 所以前场球还是中华队的球。这个时刻我们看中华队已经领先了8分，这是在这场比赛当中中华队最领先最多的时刻。这个时间意大利队叫了暂停。各位观众，在这一场的比赛我们看中华队的表现非常之精彩，而且打得稳健。中华队开始是先用五号的张立青来防守意大利的沃克，紧跟着又换上了7号的谭慧玲来防守沃克，这两位球员交替的来防守最具有威力的Joseph Walker 这位球员，这美国籍的意大利佣兵球员。因此呢，他们俩的防守的成功使得中华队在进攻方面和在防守方面都感觉到了轻松了不少。同时在今天表现中距离最好的，除了开始13号的陈丽娜跳起来连中两元之后，紧跟着谭慧玲到许翠玲，到目前为止已经得到了有10几分。那么谭慧玲目前得到了2分，但是她防守沃克功不可没。现在中华队的进攻，徐学忠切入做地板球给徐翠玲投板，哇，投板没有投进。这个时间判黄玉兰犯规，12号的黄玉兰犯规。意大利队发后场球，距离上半时的结束还有4分07秒。意大利的进攻，他们八号是 Grazia， 球出界前场球，意大利队发球，破了，球传进来，现在沃克已经退场休息，因为被谭慧玲给看得死死的，齐慧谭慧玲。因为传徐雪珠把球压稳，谭慧玲。中华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挥3分线的威力。谭慧玲向地板传球带球走，裁判判带球走。现在的比数28-20，距离上半时的结束还有3分32秒。中华队在上半时10几15分钟的以前的这段时间里面，切断了那么沃克整个他个人的攻速线，在攻速线的切断非常奏效，使得中华队的得分呢非常宝贵而有价值。现在我们看9号的许翠玲再投进，再投中距离神准，他颇有男儿作风，弹性好，跳起来以后重心很稳，出手的动作不仅优美而且协调。现在的比数30-20，差一点超多，这个球意大利队的进攻
意大利队现在在场上没有黑人的球员，美国籍的 Walker， 整个的这个球队的这个实力就相差了一大截。现在紧跟着我们看意大利队的 Walker 又换上场了，再度上场，换下了八号 Crizia 退场休息， Walker 上场。发球的是九号 Pola， 23岁，身高178。没有投进，比赛继续的进行，现在球在中华队的手里，谭慧琳拿球，个人切入三板，没有投进，哦，篮板球，意大利队打得快， Walker 拿到球，一个打两个，切入投进，你看他的威力有多猛，速度又快，两个队夹搭他也不在乎，因为他有优异的基本动作，利用他的冲刺力冲到篮下得分，许翠玲再出手，没有投进，抢夺篮板球的时候判秦淑丽犯规，因为中华队上半时整队的犯规次数到了第七次，因此要罚球。有13号 Kady Andrukowski 罚球，1+1的罚球的方式，第一次罚进，再罚第二次，第一次罚不进，第二次的机会也就没有了，再罚第二次，再罚进，两罚都进，现在的比数30-24，中华队领先6分。许翠玲，秦淑丽，谭慧琳控球，非常稳健的一位球，左边传。好的，我们看到旭雪珠中距离没有投进，这个时候不仅没有投进，啊，祸不单行，还有犯规了，还有罚球。距离上半时的结束还有2分05秒，这个时间犯规的次数太多的话反而不利。现在旭雪珠一个动作没有沉着，给意大利队发球2次的机会。现在换上11号的黄淑霞上场，这个时刻中华队在上半时再度的叫暂停。各位观众啊，我们今天为各位所转播的这场的比赛呢，在明天下午2:30的时候，我们将要继续的为各位重播一次。同时，在今天这场比赛我们为各位转播完了之后，我们将要继续的为各位来报道介绍我国的高尔夫名将陈志忠在参加 US Open 他优异的表现的精彩的片段，在这场的转播以后我们继续的播出，请您期待继续的收看。现在距离这场比赛的结束，今上半时的结束还有2分05秒的时候，比数是30-24，中华队领先6分。这个时刻意大利队有发球的机会，1+1的发球，因为中华队上半时犯规已经到达了7次。现在发球的是11号的 Christina 190，第一次罚进。Christina 她的年龄是22岁，长得是修长的体型，留了个小辫子。30-25，中华队领先。第二次再罚，出手，再罚进。好，意大利队靠着罚球连赶了4分，现在演变成为了30-26，中华队领先。谭慧琳给秦淑丽切入，再导出来，谭慧琳把球压稳，还有1分50秒结束上半时。许翠玲，谭慧琳，现在我们看意大利队人盯人的反手，许翠玲跳起来再投进，他的中距离今天可以说是出奇的准，现在个人在上半时就得到了有18分，现在的比数32-26，中华领先，压到篮下，意大利队擦板没有投进篮板球，许翠玲接到以后运球过来，黄淑霞双手跳起来没有投进，黄玉兰，
哎呀，传球的时候，这个时候被意大利的球员拍出了界外，因为在端线，因此还是中华队罚前场球。现在的比数32-26，距离上半时的时候还有1分08秒，中华队领先了意大利队。徐翠玲想做个假动作，没有机会。黄玉兰，黄玉兰很少出手，到比赛进行到现在的时候，这个时间犯规。判撞人，判许翠玲，许翠玲撞人犯规，后场球，那是意大利发球，32-26，距离上半时的终了还有52秒。沃克还是在场上，给九号的波拉投进，现在的比数32-28，中华领先。黄苏霞速度快，来右脚45度再球传回来，许翠玲。许翠玲现在九号的波拉专门来防守他，因为他的中距离太准了，还是跳起来出手，没有得进。沃克抢到了篮板，一个快传，波拉想切入，带球撞人，裁判没有鸣笛，但是许翠玲抢到了球的时候，意大利队犯规撞人犯规，距离上半时的结束还有19秒，犯规的是 Christina 21号，现在后场球，中华队把球发进来，现在给谭慧玲，谭慧玲运球，黄苏翔，许翠玲拿球交到中间，中间一个侧影没有机会，许翠玲再跳起来出手，没有投进，哦，人高吗？时间到，篮下一阵的争夺，现在鸣枪，时间到，结束了上半时的比赛，比数是32-28，我们中华队领先的意大利队。沃克做个假动作切入，漂亮啊！弹了两三下以后啊，还是没有投进。谭慧玲，秦淑丽啊，地板传球失误，沃克。个人运球到篮下出手投篮，哈哈，两个意大利的球员沃克和另外一位球员自己绊自己摔倒了，要罚球，这个沃克像开山机，拿了球就是运，因为他的速度快，现在意大利的队友了给他做一个前面一个单挡的动作，然后让他像开山机一样的往前开。第一次罚进，38-34，第二次罚进，现在38-35，中华队今天领先3分。下半时进行了有5分钟，徐雪珠稳下来，徐淑玲中距离没有投进，徐淑玲抢篮板抢得很好，徐雪珠远射出手投进。三分线第一次投进，现在的比数41-35，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为徐雪珠的三分远射而喝彩。14号的米旭了，跳起来出手，没有投进，篮板球仍然是意大利队抢到，14号的米旭了。这个时候徐淑玲抢到，接着快攻给徐雪珠，右边裁判切入得分。再增加2分，现在的比数35-43，慢慢的中华队把一阵的冲撞，现在我们看到是沃克撞人犯规，沃克现在的第三次犯，这个时刻意大利队在下半时叫出了暂停，观众，我们看到徐雪珠投3分线的慢动作非常精彩，各位看清楚，今天呢我们中华队到目前能够领先8分，最主要的原因除了防守的成功之外，另外呢就是中距离的出手都能够制造很好的机会。
可以观众，这场比赛下半时进行了有5分45秒，中华队领先8分。徐雪珠，徐雪珠运球，这个时间给秦淑丽，这个谭慧玲、徐翠玲、徐雪珠做个假动作，切入到篮下，徐淑玲啊，背后碰篮圈，用力太大了。这就是比赛的经验，条件好，动作好，但是还有经验来配合才行。Walker 经验非常老道的一位球员，右边传给14号的 Michida， 11号 Christina。Christina 在拿球 ，Walker 罚球线那边跳起来出手，投进，漂亮，轻松愉快，因为他弹力好，基本动作好。现在的比数43-37，中华领先。徐雪珠拿球，谭慧玲 ，Walker 防守谭慧玲，右边传徐雪珠，徐淑玲做个假动作，切入跳起来出手投进，刚才投篮的时候没碰到篮圈，紧跟着这个球投得很精彩。都是徐树林，他今年22岁，180，海员队的球员。Walker， 哇，胯下一个运球，紧跟着中距离再投进，能支持得住，能够不会把比数拉远，完全靠这个 Walker。这个 Walker 实在是一个非常具有威力的好球员，曾经当选过明星球员，过去来过台北打琼斯杯。徐翠玲、谭慧玲两个人的合作，要到篮下啊，失误掉了，给10号的徐顺林，结果球没有接好，出界。现在 Walker 单枪匹马再跳起来插板，没有投进篮板球， Walker 再拿到，他把徐顺林犯规。10号徐顺林上来，这是第一次犯，第一次犯没有投篮的动作，一次把前场球再拿到球。 Walker 全程给他们的10号的 Marinella。 Walker 现在中间想高调的中央来去突破，结果犯规了，第二次犯，5秒钟不到，10号的许树林，徐树林连犯2次。下半时进行了有9分钟不到，比数45-39，中华领先。意大利队的进攻，裁判员又鸣笛犯，徐雪珠犯规。今天的两位裁判，一位是菲律宾籍的 Rolando， 另外一位是韩国籍的金泰焕，两位。要罚球，因为中华队下半时犯规的次数已经到达了7次，而意大利队犯规的次数目前仅仅有2次。沃克第一次没有罚进，看意大利队请求犯规，犯规的是11号的 Christina。 现在的比数45-39，谭慧玲、秦淑丽，钱淑丽，哦，硬是往里头挤，结果意大利队犯规，犯规的是11号的 Christina。 这时刻叫暂停，江宪志教练在这个时间叫出了暂停。今年的琼斯杯，我们除了在女子组参加中华，还另外还有光华，光华的16号败给了西德，那么19号就遇到加拿大，相信加拿大队这次派的是国家队，那么光华队想击败加拿大的话可能性并不高，因此我们今天的中华队必须全力以赴来击败了意大利队，这样的话呢，在预赛里面我们就可以稳居第一组的冠军的席位。现在比赛继续的进行， Walker 压到篮下，现在14号拿到球呢是 Michida， 给 Walker 做个假动作，啊，真是太漂亮，动作是漂亮，球没有投进。现在的比数45-39，中华队领先。许翠玲、许雪珠两个人的合作，
两人小组的合作在篮下切入投进，现在比数47-39，中华队领先了8分，距离这场比赛的结束还有10分47秒。美国的佣兵 Walker 替意大利队争得了不少的功劳。带球走，后场球中华队发球，这个时刻换人，许树林退场休息，黄玉兰上场替补。谭慧琳，谭慧琳做控球，黄玉兰做个单挡，许翠玲把球再抢回来，徐雪珠切入擦板没有投进，大个子抢到了篮板， Walker 左手运球，他带球就有速度，给11号的 Christina， 结果球出界，后场球中华队的球，现在的比数47-39。我们看刚才的慢动作，两个人的合作，徐雪珠篮下切入投进，现在比赛继续的进行。徐雪珠8号转身做个单挡，徐翠玲投篮的时候犯规，要罚球的。14号的米旭的，徐翠玲来罚球。徐翠玲身高170，比赛经验丰富。他原来属于台原队，5度当选，非常资深的一位球员。再罚进，留个长长的小辫子，第二次又罚进。现在比数49-39，中华队遥遥的领先，有10分。Walker， 现在我们看意大利队是一枝独秀，这个黑 Walker。他表演他个人的特别的技术，你看他跃到了篮下擦板，在空中把腰像扭麻花一样，扭螺丝钉一样，真是柔软的很好，柔软度很好。王玉兰做个假动作跳起来，从容的出手。现在的比数51-41，中华队领先了意大利队10分之多。沃克尔一枝独秀，14号的米去了，沃克接到篮下的时候，裁判判黄玉兰犯规。我们看刚才攻进篮的慢动作，精彩慢动作，要罚球，因为中华队下半时犯规到达了7次，这是有沃克。罚进也就没有第二次，沃克又抢到了篮板，真是厉害，压到篮板给13号，13号他们还是没有投进，篮板一阵的中投，现在中华队，我们看中华队的秦书丽抢到了篮板，紧跟着快攻过来，黄玉兰，谭慧玲，许翠玲，许雪珠，黄玉莹，许翠玲。许翠玲呢拿到球，现在要给他制造一个机会，把一个空档制造出来，出手一个单挡出手，力量小了一点。沃克拿到球，现在谭慧玲一个人防守他，切入投进算，投进算犯规，真是厉害。 Jules Walker 美国籍的，哈哈，意大利的迎宾，他过去当选个明显球员，后来到意大利去打半职业的球队。这是意大利的 Landerusa 是他们的俱乐部的名字。没有投进，没有，现在比数51-43，中华队领先8分。徐雪珠把球要慢下来给黄玉兰，中距离出手投进，漂亮。黄玉兰原来是属于华航队的，这支球投得非常的漂亮，轻松愉快，53-43，中华队遥遥领先10分。意大利的进攻，米切尔给9号的波兰，左边传，波兰拿到球，投进算，
本来有两次运球的嫌疑，但是并没有鸣笛，因此投进算现在的比数是53-45。要篮下吉苏利，许翠玲又出手没有投进篮板球，体型高大的13号的 Kady Andrukowski 扣了两次运球，扣了两次运球，界外球后场球，中华队现在的比数53-45，距离这场比赛的结束还有7分09秒。中华队进攻，唐慧玲。中华队看起来这场比赛比第一场对日本的演出要好了很多很多。三秒钟，进攻队中华队3秒钟。在这届的比赛里，韩国队、加拿大队和美国队仍然是属于第一级比较实力坚强的队伍。投进，这是体型高大的十三号 Kady Andrukowski。现在的比数53-47，我们仅仅领先6分，我们中华队还不能够大意。唐慧玲、许翠玲中距离出手，没有投进，破了，抢到了篮板 ，Walker。运球过中场过来，裁判又鸣笛判徐雪珠阻挡犯规。我们看 Walker 拿了球以后了，他个人不是制造那个出手投篮的机会，不是切入就突停跳起来投篮，要不然就是制造犯规。啊，非常具有威力的一位球员，就现在发球的5号 ，Jus Walker， 173的身高，体型并不太高大。现在的比数53-48，沃克再罚，又罚进。现在的比数53-49，方才中华队领先10分，现在仅仅领先4分了。许苏丽，现在谭慧玲、徐雪珠，球传过来，长传过去。谭慧玲、许翠玲、谭慧玲远射出手，还好。徐雪珠把球再捞回来，秦苏丽远射出手，徐雪珠没有投进，破了犯规9号，要换人。现在黄苏霞上场换许翠玲，退场休息。许翠玲这场攻到了22分，到这个时刻距离中场还有5分41秒。唐慧玲、许苏丽、许雪珠出手投进，投得漂亮，这是3分球。许雪珠在这场比赛当中，这是她投进的第2支3分球。沃克中距离投进，怀疑颜色，不过他只得到了2分。现在的比数56-51，中华队领先了意大利队5分。许苏丽左边传，许雪珠。黄玉兰也在左边的底线中距离投进，现在的比数58-51。现在意大利队的进攻越打越精彩，今天中华队发挥了他们训练的实力，训练的成果全部发挥出来了。现在黄苏霞运球过来，传右脚再投篮，没有投进，但制造了犯规，意大利防守球员的犯规。徐雪珠拼劲十足，犯规的是11号的 Manula。 徐雪珠身高170，国泰队，这是他第5度的打琼斯杯，投进。他的基本动作，他的速度都是相当不错的球员。现在的比数59-51，中华领先，距离中场还有4分39秒。第二次再罚，又罚进，60-51，中华领先意大利。Walker 长传过了中线，给9号的 Pola。 现在中华队的半场的人盯人的防守非常之严密，右边传，那个 Walker， 你看他找的位置。现在给十一号跳起来出手投进，
犯规，判黄玉兰是二号犯规。这个时刻意大利队要换人，先叫暂停，意大利叫暂停，在下半时距离中场还有4分15秒的时候叫了暂停。各位观众，我们现在看到意大利队的在休息区的附近的13号，他们的13号 Kady Andrukowski， 他的教练一直在给他在那理疗一样，用那个冰啊给他治到他的左手肘的部分，左手肘的部分。13号 Kady 他的左手背小背有一点受伤的样子。现在的比数是60-53，距离中场还有4分15秒。现在轮到11号 Christina 罚球罚进，现在的比数是60-54，中华队领先6分，最后的时间还有4分4分钟。谭慧玲，黄玉兰眼明手快把球抄过来，谭慧玲，黄玉兰出手，黄玉兰突发冷箭，还不跳起来，在原地同时跳同时出手，而且他的命中率相当的高。现在的比数62-54，投进来得分，那是 Pola 9号。现在的比数62-56，中华队领先。谭慧玲，徐雪珠，谭慧玲，金淑丽，再给黄玉兰。徐雪珠出手，3分线没有投进。徐雪珠再拿到球，谭慧玲，金淑丽想出手没有机会，再倒手出来，外面传。倒手右边，黄淑霞中距离出手，没追到球，要再拨出来，篮板球抢不过，球往外拨，这也是一个办法。金淑丽右边啊，想右脚传球的时候，黄淑霞两个人默契不好，球失误出点。现在的比数62-56，距离中场还有2分50几秒，中华队领先意大利队。Walker。把沃克拿到球就有威胁，跳起来出手投进，简单明了，轻松愉快。现在的比数62-58，我们中华队仅仅领先2个球，但是还有2分40几秒，一个快攻给徐雪珠，没有人接应，跳起来黄玉兰没有投进，篮板球破了，抢到，千万大意不得，还有2分半钟，沃克拿到球带到篮下跳起来出手没有投进，这个时间裁判判犯规，裁判菲律宾的打算判犯规7号，谭慧玲5次犯规，第一位球员5次犯满毕业的谭慧玲退场以后，换上来的是许翠玲，他向观众敬礼。5次犯满，这场比赛他要暂时的告别，观众也给他报以热烈的掌声，因为他表现的确实不错。现在是5号的 Jules Walker 罚球罚进，吼叫对他都没有用处，因为这位球员他经验太老道了。 Walker一个深呼吸，再罚球，再投进。现在比数62-60，中华领先意大利队还有2分多钟。要篮下，王苏霞反身勾射投进，漂亮极了。现在的比数64-60，王苏霞是中华队的队长，这支球投得非常的重要。从左边传给10号，没有投进。哎，投进。中华队发球，这个时间中华队要换人，5号张立青上场，张立青换黄苏霞退场休息，距离中场的时间还有1分58秒，64-60，中华队领先，但是虽然是领先4分，还将近还有2分钟，所以还大意不得。黄玉兰把球要打稳，要打稳，不要急着去投篮。黄玉兰做个假动作，把球传出去，张立青，现在徐淑丽做个单挡，徐雪珠
起来，中距离投了一个空心球得两分，现在比数66-62，中华领先。徐学忠空球，最后还有1分11秒，张立军遇到篮下不出手，徐学忠因为领先不急要投篮，所以站在三分线没有出手。去崔林，张立青两个人包夹他，跳球跳球，九号的 Paula 抱到了球， Paula 和 Walker 来包夹张立青，因为张立青刚刚换上来。这没有人犯规，现在裁判再三的解释没有犯规，要在中圈的位置来跳球，来跳球。意大利的教练以为是 number eight， 他一直喊 number eight， 徐雪珠犯规，他说不是他犯规，要跳球看谁跳到。好，回来，中华队跳到，还有50几秒，现在我们领先4分9，观众已经高声的在叫喊，这是非常重要而紧张的最后的几十秒钟。徐翠玲给黄玉兰的时候，教练江贤志告诉中华队的球员要中线发球而不去罚球，把中线球不必罚球。现在66-62，还有41秒，中华领先。现在韩国的裁判让意大利的教练稍安勿躁，不要走进球场，让他回到休息区指导席那里去坐好。现在同时这边的裁判，韩国的裁判告诉徐雪珠要罚球的时候要离开有1公尺，球传过来给黄玉兰，他说没人防守，徐雪珠抢把投进，68-62，中华队眼看着胜利在握，还有20几秒，投篮没有投进，成功的篮板的是徐雪珠，还有22秒，给张立青，徐雪珠控球，许翠玲，徐雪珠。再拿球，现在的时间还有11秒，给黄玉兰，去崔玲，还有7秒、6秒、5秒、4秒，还有3秒钟，68-62，中华队眼看着就要击败意大利，还2秒、1秒，时间到了。各位观众，这场比赛打得非常的紧张，最后的结果68-62，中意之战，中华队。在今天演出了相当具有水准，无论是防守和中距离的投射，尤其是许翠玲和徐雪珠这两位球员，他们中距离发挥了非常稳定的一个功能，可见得证明了中华队在最近一两个月来的捷训，他们获得了相当大的效果，他们在中圈的位置向观众们敬礼。